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系祖音，佢系我徒弟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系爆牙姑啊，佢系我师傅啊。今年属鼠嘅朋友咧，其实财多财少唔重要，最紧要系身体健康最重要。嗱，想升官发达嘅朋友咧，嗱，要升官发财嘅朋友，你只需要面向东南方，去摆一只，摆咩咧？招财猫就会一帆风顺噶啦。嗱，如果你拜完半年之后咧，发觉佢嘅手唔喐，咁如果唔喐，咁又会点啊？咁就即系呢只招财猫冇掂噶啦。唉，唔好听你讲，呢个徒弟学艺不精，乱讲十八，乱噏廿四。老鼠梗系惊猫噶嘛，攞个猫出嚟做乜鬼咧？嗱，如果真正要升官发财，真系咧今年要靠自己啦。因为属鼠嘅朋友今年有羊印星，嗱，羊印严格嚟讲唔系一粒空星或者系吉星，系一个壮胆嘅星。而胆小如鼠嘅你咧，咁咧今年咧可以大胆啲去创业。如果太大胆嘅你咧，今年要小心啲，记得千祈唔好有勇无谋啊！虽然工作上咧会变得更加劳碌，但系永远都系有工做好过冇工做啊嘛！鼠年记得食多啲老鼠粉，包你成年唔使烦。祝大家一帆风顺，福寿安康，恭喜发财！齐兴顺利，阳性。